善若不施，恶则不长。小生劝你不施。要我来做个内应，这才假意听命于那熊皮，守着后山要道。知君命不好，同病亦同忧。观音禅院是烧没了，可那长老的冤魂没有散，贪根不拔，苦树常在。要的东西忘了最好。那三口中你可都见过了，旁人念念不忘的也是你所求的吗？中，自那黑风怪回来后，山里便立起了三口红钟，却不许旁人靠近。莫非那三口钟与当年的火烧禅院有关？此人所言不像假话，小猴子，你可暗自留心。
陀佛，那三口红钟终于响了。徒儿们，又有外面的老爷们过来了，给我带新宝贝了。我看不见样貌，但我能闻到那股骚味儿。你回来了，定是你把那袈裟藏起来了，快还给我！
所以帮我饶了陈世界。Yeah!
岁，空乘了几百件袈裟，怎么得有他这一件？不！光之光魔，那袈裟我不要了，不要了！你们别烧，都别烧了！照，当年大圣从广目天王那里借来的神器居然还在这里，你想必是超度过那个人了。缘起缘落，只因多看一眼。天色不早，赶紧上山吧。
500年了，我重建了观音禅院，规模比之前的更大。那些葬身火海的僧众，化为孤魂野鬼，在这黑风山间游荡，是我亲手将他们超度。我甚至把那些经书残卷一一复原，但我知道总有一天，你还是会找上门来。活着不好吗？偏来寻死！
烧杀掳掠，你我又高到哪里去了？天命人，不过如此。何不等我进了山来再与你斗？之法也敢欺吾心动，乃观音座下守山大神，休得放肆！你的同袍进来了，不如留在此处。大王我打四里和尚，看来我这里夺取。活着不好吗？偏来寻死！
不等我进了山来，再与你斗。去了。跟我来山顶会会。
着巨型散气之术，看着花里胡哨，实则不难掌握。这黑风怪学艺不精，去了趟南海也不见长进。他刚才的几番变化，遗留了不少元气在此，正好小老儿收些来用。行散气无痕无迹，里面门道大得很，自己慢慢领悟吧。